美真红，谭天笑，谭天笑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对不起、啊。安哥，你看他哭了。我就是喜欢看他哭啊啊！继续哭啦，哭啦！你们继续这样啊，我报警啊！你就是报哦，好啊，好了，我真的报警的。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放你一马。但是你给我小心一点啊，我下次不要再看到你了。你不是雇的吗？过去 hero 那边啦， hero 我，呸！好了，不要哭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没关系，你慢慢走回家。嗯、喝一杯 Americano， 知道吗？你挚爱的咖啡，或许热爱创作以及充满生命力的音乐人都爱它。带着喜乐的气息去生活，却不怕过着难熬的生活。老兄，你喜爱的咖啡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喂，请问是王老师吗？是啊，请问你是谁？王老师您好，我是巨龙坡中外中学的校长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你之前在东马一间学校教书，而且还把那些坏学生教得很好。因为我们学校呢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老师。我想向教育部申请你过来我们学校教书，希望你能考虑一下。谢谢你的邀请啊，校长。可是，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考虑吗？哦，这样啊，啊，那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喂。最后我等你，明天还是要继续。爱给了我们雪亮的眼睛。王老师，我能竞选你。阿三、Benny、小玉，你们怎么打来了？王老师啊，我们太想你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教书啊？是哦是哦，王老师，你其实每天都来教书。王老师啊，没有见到你，我真的是没有心读书了啦。对啊，回去东马应该不太可能了，因为那边也不缺老师啊。哎，可是很巧哎，刚才有一间叫中爱中学的校长邀请我过去教书哎，我还在考虑。哦，那没关系喽。可是王老师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有假期的时候，要回来看我们呢。没问题。你们也记得有空的话过来西马这边找我啊，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OK OK， 拜拜。老师，爱你哦 ，Love。老师过海。过海。哦，这样过海，讨厌。
同样的，故事还没开始前，要跟大家介绍这一班同学又有什么特色呢？松森，他是个爱捣蛋、搞怪的学生，又有点色色的，看到美女他绝不会放过。常勇，他是班上的校草，疯狂爱上跆拳道，他爱跆拳道的程度是连上课都要穿着跆拳道的服装。水果，不要怀疑，这位肯定是个女的，她只是长得很像男的。她是阿包的跟班，感觉她严重失去自己，因为阿包说什么她都会说对对对。阿包性格自以为是，觉得天下只有她最漂亮最受宠的，心狠手辣，她看不顺眼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早，请坐下。我是王老师，负责教你们华语的。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把老师当成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OK， 不用那么拘谨的。最懂我的你，明天还是要继续爱你了。终身终老师真的来我们自己教书哦。你们眼酸，不给我装。哼，这是冤家路窄啊，来我们学校教书啊。也好的，可以报仇。常勇，给来点教训。老师，你不是想一个吗？分开分开。对啊，有什么事吗？王老师表面紧张你了。我们上课别玩了。老师，我没练习，我上不到课哦。老师，你没有肿啊？没关系啊，我给你一个人。接住！没那么容易。嘿，难不倒我，厉害吧？哦啊！我也是中招了。我的屁股真的受伤了。你们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一定要忍，告诉自己不会痛。王老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王老师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里很穷啊，因为可以到这里呢，容易找到工作，这样我们又可以半工读，最重要的还是可以上王老师的课，多好啊！是啊，王老师，你不在，我真的很想你嘞。真的假的？王老师，如果你教导我的话，我的成绩一定会进步100倍。Yes, yes。好吧，能够再次教你们，我也很感动。那今天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哦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叫我小姨就可以了，女的就可以做我的姐妹，男的就做我的好 brother 啦，啊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样不能不理的阿瓜要做什么啊？阿瓜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姐妹啊 ，OK 啦。谁要成为你好姐妹啊？呸！就是喽，真不要脸，我的好姐妹只有阿包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 Benny， 我在教室吃东西。现在我多了一个努力读书，我也很喜欢跳舞。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一起追我啦！哼，难怪这样肥啦！大伙大伙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，我超爱王老师的。我为了王老师，一定会努力读书。咦，那个三八的小朋友是你？不过我也会爱你们的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回座位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来日方长，看我将慢慢整死你们。坐下。那今天王老师要教大家的是谚语。好，那有一句谚语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有没有同学知道这句谚语的意思？小玉，那你说说看，这句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呢，路途的遥远才能知道马的力气大小，日子久了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心是好是坏，也就是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意思。那就好像王老师对我们的好，日子久了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对对对，绝对认同。来，最讨厌人家扮熟的啦，真是无聊幼稚加白痴。对对，哇，你骂人绝交。I like it。 哎，上课好无聊啊，还是打我跆拳道比较实际。好吧，那我写下来，你们记得抄啊。同学们，请专心上课。啊，很热啊。去烘干它。你不要老背灯躲躲啊！我知道你是特地的。这位小姐，请问你哪一粒眼睛看到我是特地的？王老师都没有生气，关你屁事啊！你还小心一点啊！从沙发上也混过来干嘛？不爽了，我就算怪你。
真的越看越美，越越爱，越越喜欢了。我好爱你，你的美，你的笑，你的好，你的一切都如此感激。我想看哦，要的话不去追了。你有不敢的、啊？开什么玩笑！我要追的女孩子是没有可能追不到手的。是啊，是才怪啦、啊！是哦，真奇怪，真奇怪嘞！哦、有本事，马上拿到号码给我看啊！追到的话怎样先？你追到的话，我头给你做。准备把你的头洗干净。哇！加油，光明！我的朋友特地从古晋带回来给我的咸鱼包哎，古晋是不是那间很出名的金湾港奥茶山市买的？哇，你别怕啊，变得那么聪明啊，还好啦。哇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来来来，超好吃的，来来给你，一个，给我抓一个，哎呦，那么肥还要吃？就讲我，拿去，美女，翻山翻山啊，你都得翻山。你快点吃啦，还要唱，不要啦哈，不要给我。Hello， 美女，你是老公。算了，我都要请我吃肉粉，我都不喜欢吃。哇，给我啦，两个人都不要聊，不要聊，省起来啦，你没有机会聊的啦，走开，走开。啊，你不想吃肉粉。我有更加了解你，不如你给我们一点帮忙啊，交个朋友嘛。你真的很闲色哎，啊，我请你吃咸鱼包。不要这样子啊，给我一点空间。没打好你啊，你屁股痒是吗？厚脸皮的家伙，以为我们家小鱼这么容易跳的妹，走开啦！好吃啦，把你弄得多啦！吃吃吃！蠢蛋！喂，你在干嘛？我拿到电话啦，所以才叫我吗？是呢，几号？就是吗？几号？几号？对哦，给我看嘞。来，快嘞！快嘞！没有啦。各位同学，今天老师需要一些校花。是，之前要班花，今天老师要校花哎。哇老，校花这次最爱你了。真的，校花哎。是啊是啊，你就好好哦，等我，不要问去。姚婆，快上去啦，婆婆妈妈。谢谢谢谢。天哪，没有想到我从班花 up level 去校花嘞，真的是有劲一下的哦。好劲哦，快点去。快哎呦，这次真的不是我啦，不过算你们有眼光哦。王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学校里面最美的校花呢？你要找我干嘛呢？选美吗？校花？我什么时候说校花？我是要一些同学会讲校花的去参加校花比赛。原来又。阿三，千万不要看不开啊！面子是人家给的，人家给的。他的花脸是自己丢的，自己丢的。笑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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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话。起立。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学校是首次举办史无前例、非常有创意的比赛，而我梅老师呢，很不幸的被派去和你们这一班最最最烂的学生合作。
韦老师，你的表情好夸张哦，很好笑哦。韦老师讲我们烂了，烂你的头哦，你烂我们都还没有烂呢。中奖是魏老师的呀，一天够你喂的咯。闭上你们的乌鸦嘴。难怪他们都不爱念书啦，因为你一直认为他们是最烂的。是咯是咯。魏老师，你不能够这样教学生的。我觉得只要肯努力，最烂也可以化为最灿烂啊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魏是王老师，说的话超有道理的。对，王老师超棒的，爱你哦。我说啊，王老师，我在这里这么久了，由得你来教我对付这个烂学生？你这样真的不行。魏老师，你说的那么特别，到底是什么活动啊？说说，说来听听嘛。嗯，很简单，那就是白色。是的，我们这次比赛呢跟以往不太一样，也就是老师各自带领挑选出来的学生一起比赛，一起较量。我必须精挑细选七位同学和我一起合作，谁愿意和我魏老师同组的请不要举手。OK, never mind, 我自己选。阿包，水果，你跟我一组。哟，真倒霉啊！真难工作。哟，幸好没有选到我，不然假烂的。还好呢，感谢上天保佑，幸好没被选中，真是上天修来的福。阿包，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很开心可以被老师选中，也很荣幸啊，贵宾选中的同学，我们一起来谢谢魏老师好不好？谢谢魏老师。好，那当王老师选咯，谁要参加王老师这组的请举手。我。王老师，你不要看我这么小只哦，我是很有力气的哦。好，那就选你吧。老师，我西北厉害一次，选我不是问题。好，一定选你。老师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那你可以不要选我嘞，拜托拜托。那就少了你了，好吧。Yes。 嗯，就你。Yes。 还有吗？哦，好，就选你。谢谢你们的热烈参与，我会再告诉你们练习的时间。一起加油。真正需要加油的是你，王老师。哼。好吧。我们继续上课吧。感情很好是不是？哼，给我走着瞧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成功，让那个王八蛋成功完蛋。你们怎么还不回家？嗯，其实我们知道你是位好老师，那我们也非常后悔之前对你的态度那么恶劣。为了送上最真诚的歉意，我叫我妈包了好喝的凉茶来送你。教好你们是我的责任，你们能够了解老师的苦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不要那么客气啊。老师，小小意思嘛。我们要没有呗。那你喝啦。谢谢你们啦。客气。志清，好喝吗？这个包了很久哎，然后我们再喝多一杯。你们真是想要喝的，别喝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妈没有随便包两茶。好伤心，你不要浪费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身体好吗？
等一下，做戏要做全套啊。哎，行。YouTube18XX OK。有我们在做梦，快准备脚枪，快点啊！来，那拍，怎样？贝菲脸是怎样了？这边，这样。然后摸脸啊。摸脸，摸这样。哦，好啊。来啊。OK。一二三。啊！王老师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请你回来教书，你竟然对学生做出这种事！校长，请你听。现在证据都有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阿宝，你从头说一次，王老师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？校长，打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觉得王老师怪怪的，他常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。然后那天他就突然间喝醉酒，就跑过来找我，然后就这样子非礼我。就是咯，这个老师啊，也常常用这色眯眯眼睛看着我，我会害羞的啦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没有想到王老师竟然对阿包下手。王老师根本不适合教我们，校长，你应该找更好的老师。不好意思，王老师。这可是一种刑事案，所以我必须要报警，交给警方处理。怎么办？说出真相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被开除的。等一下，校长，走开！你先看我的手机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校长，你先别冲动，王老师是无辜的，你们真的很贱。对呀，王老师是我们最爱的英雄，他才不会这样子做嘞。你们这帮小鬼真的够大胆，居然敢撒谎来骗我。校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不敢了。对不起了，我只是跟着姐妹而已。校长，我该死，我没有用，求你原谅我们。校长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哎，明明是你想要，还诬赖我们。想要，你们真的很卑鄙啊！王老师对你们那么好，这种事情都做得出啊。幸好我们有拍到啊，不然啊，这么好的老师啊，真的是被你们害走了。对呀，真的很过分呢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要跟我多管闲事。够了！既然你们那么狡猾，那好。我明天就要见你们的家长。校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一定会改过的，你不要告诉我们的家长。校长，请给我多一点时间教他们，也给他们多一次机会。王老师啊，你干嘛还要帮他们呢？对呀，不行，这一次他们实在太过分，他们差一点就害你名誉扫地，你还要替他们说好话。如果我就这样算的话，那以后还得了吗？也许这只是他们一时的错念，做错的事情了。不用再说，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。校长，我敢保证，经过这次之后，我会更严谨的开导他们，改变他们。我相信他们也能做到的。王老师，这句话是你说的，我相信你。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们，以后你们好自为之。还不赶快谢谢王老师！谢谢王老师！谢谢王老师！王老师，谢谢你哦！谢谢你，王老师。
王老师，第一次看你穿运动装，哎，超好看哎！是喽是喽，王老师你穿什么都那么好看，永远都是我最爱，耶耶耶！哼，看我们王老师多么有马斯，你看那边，耶耶耶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练习了那么久，是很辛苦的，所以呢。我希望你们不要白费心机，你们的皮最好给我绷紧一点。你也是。啊，老师真的很讨厌啊 ！But 为了面子，我们一定要赢他们啦、啊！嗯，退，撤。好了，拿得第一，再第二，没错没错，这才像人。我要的不是友谊第一，是比赛第一，清楚吗？清楚。大声点。清楚。吼吼吼！红队的同学。记得把我们之前练的体力、耐力、持久力，什么力都给我呼出来。Are you ready? Yes! 蓝队同学，不要太紧张，尽我们全力就好。加油！加油！比赛正式开始，我们拿。小心！我好爱你。哇，王老师好 man 哦！我不能爱上他的。谢谢你。你的头巾还不赖啊。有油的，有人跟你抢了。起立！喂，老师，坐下。Well， 都说你们是全校最烂、最差、最丢脸的学生。上次我说了。如果再这一次比赛你们输的话，你们就要出去罚跪两个小时。现在马上给我出去跪！哇，今天他来大姨妈是吗？嘘，你这样还来大姨妈还吵，等下你被罚。哎呦，狂风暴雨要来了！老师，我们真的尽力了耶！哎呦，比赛而已，这样子怎么？喂，老师，我们又不是输很多，怎么这样对我们？就是哦，我跪的话会晕的。对啊，喂，老师，不需要这样子吧？每一场比赛都会有输赢的啦。Shut up！ 老师在讲话的时候，请你们认真听。上次已经说了，如果在这次比赛都输的话，就要罚跪两个小时。如果这一次不惩罚的话，你们到时候以后怎么做事情都会尽心尽力吗？包、水果、松生、常勇，还有其他红队的同学，马上给我出去！
是要我请是吗？嗨，报水果，走喽。你们最好给我听话。如果你们慢慢来不听话的话，你们罚跪不止两个小时。快！怎么样？不想跪吗？回答我啊！很凶哎！王八蛋魏老师！你说什么？真没人性啊！人膝下有黄金啊吗？对喽，魏老师，我们只归神不归人的。对喽，我的脚会酸呐。Shut up！ 跟你说。现在只是罚两个小时，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，等下罚的不止两个小时。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跪咯！听话不就好嘛？常勇，威老师刚才叫你的是跪，不是蹲。啊，很痛。跪好好，听到吗？笑什么？你也一样，跪好好。魏老师，这只是一场健康比赛而已，不用搞得那么严重吧？是咯是咯，输赢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哎，王老师。王老师。魏老师，你放过他们吧。比赛最主要的目的是学习跟交流，这才是真正的意义啊。其实王老师人也不错嘛，每次都救我们。我们以前对王老师这么坏，他还这样为我们着想，真是个好老师啊。王老师，今天我的头巾美吗？啊，也不错啦。还不是因为你们赢，害到我们要罚跪。哼，现在还要假扮好人。那好吧，你们都起来吧。退下。王老师，上次谢谢你救我。嗯，其实我煮的咖啡蛮好喝的，要不要今天晚上就来我家嘛？我很忙的，不用客气啦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王老师。事情都想不通，阳光是你朋友，把你搂入怀中，微风没在左右，给你加油。一路上没有些坑坑洞洞，跨越了，受过了伤也带笑容。别忘最初的梦，留住每个感动，还有爱和期待，世界变不同。嘟嘟嘟嘟嘟，唱着属于你的节奏。嘟嘟嘟嘟嘟。自己多么轻松，别管那小伤口，它让你更出众。成长中总有痛，坚持绝不回头。嘟嘟嘟嘟嘟，穿成一个自信的我。嘟嘟嘟嘟嘟，做着自己想做的梦。温暖的手会动。连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被你们抢走，换你们。
喂，小玉啊。啊，王老师，什么事啊？你上一次不是说你要写词吗？老师今天需要另外一个人头脑，帮我寻找灵感。可以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 Life Tree Cafe。好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好。可以听这首曲。那老师，你要写怎么样类型的词啊？嗯，我觉得可以写像最懂我的人那种珍惜身边人的感觉。嗯，我相信应该会很好听的。嗯，那赶快写吧。好。那前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写啊？今天我在这里陪你。我们写很久了哎，我看我先送你回家，改天再写吧。嗯，也好，反正我们今天没有 idea， 走吧。走。冷冷的，这个女子啊，好怕的啊！行行好啊，搞出人命的东西不关我事哦。啊，你不关我事啊，我走啊。怎么办，老大？哎呀，不要烦了、啊。怎么办，老大？不行，我打给阿宝，我要打给阿宝。糟糕了，小玉不省人事了啊！我叫你吓一吓卡门贝尔喔，他会不会是在演戏？我不知道哎，他真的，他全身都冰冷了。啊！我不管了。喂喂，走。小玉，快醒！小玉。
有人吗？救命啊！医生，小叶怎么样的？病人现在的身体还非常的虚弱，而且我们检查到他患上了肾衰竭，相当的严重，你们最好有心理准备。王老师，其实我一早就知道小鱼患上了肾衰竭，可是是他叫我不可以告诉你们，他要我保守秘密。傻孩子，应该要早一点告诉我们嘛，这样才可以及时医治啊。可是他说能够医治好的发现率并不高，他不想要你们为他担心。唉，无论怎么样都是要去尝试的嘛。等我，千万不要有事。我们才相处这么短的时间。小玉，你不要有事，我们要一起毕业的。我相信小玉本性那么善良，上帝一定会眷顾她的。真没想到你这么坏，竟然敢做出这种事。校长，记错了，我原本只是想吓唬他们而已，可是我也没有想到那些流氓出手会这么重，会搞出那么大件事。我知错了，我也准备被你们开除。你以为只是开除这么简单吗？绑架是刑事罪，所以我必须要报警把你交给警方。校长，校长，我求你不要报警，可以吗？我不想坐牢，我妈不知道我做这回事的。她知道我坐监牢的话，她一定会受不了刺激，她一定会自杀的。如果你这么关心你妈，那么孝心她，你就不会做出这种事。你现在做错了那么大件事，所以必须要受到惩罚。好，你现在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好。怎么可以？你这样会闹出人命的。这样子，小玉现在还在医院。对不起，王老师，对不起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总之你等着警察来抓你吧。对不起，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真错了，从此之后我一定洗心革面，我一定做个好学生。求你们了，不要报警好吗？校长，如果报警的话，阿宝一生会毁的，他以后不敢面对社会，会很自卑的。王老师，你不用再替他求情，他现在犯的是刑事罪，所以我必须这么做。校长，求求你不要报警，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？王老师，我不要做了，我妈一定受不了刺激，一定自杀。你现在求我也没用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？求求你们给我多一次机会，求求你们。校长，你忘了当初请我来的目的吗？就是要教好坏学生，我们也不希望学校名誉受损。他现在知错能改了，我们就记他大过，让他清理学校一年。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也认同报警。好吧，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不为例。还有，我希望你以后呢，不要再跟那些流氓混在一起，不然的话，你迟早会被他们害死。起来吧。回去上课。谢谢校长。
爸天父，下次你救了我，我祈求你这一次一定要帮帮小玉好吗？上帝，小玉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，我们真的很舍不得她。主耶稣，神仙照顾我了，我们不能没有她。上帝，小玉是我的好姐妹，我真的不能失去她。对呀，她人真好，真美，恐怕死得太早。求求你啊，上帝！保守主玉吧，小玉她真的很可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一定要保守她活着。我已经很后悔。小玉，你不是说想听我最新创作吗？我已经完成了，今天准备唱给你听。小玉，是不是很感动？如果是你，我会爱上王老师。是哦，你可以的，你很有潜力做歌的。讨厌你了。小玉，你一定要赶快康复哦，我还要为你当一辈子的好姐妹。对不起，我知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各位同学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阿宝，很开心你真的改变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。哇，你其实不要这么干。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，往前看，加油。哦，知道错了，我再多原谅你。对不起，小玉。
老师不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这是王老师托他的好友交给我的录音，我们大家来听一听，这是王老师要对大家说的话。我最亲爱的同学们，老师真的很爱很疼你们。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当小玉康复后继续和大家一起开心幸福的生活，一起为梦想努力付出的画面。老师也感到很欣慰，因为你们的成绩都突飞猛进，大家都变成好学生了。万一老师的手术不成功，同学们千万别为老师的离开伤心难过。我想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你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生活，其实我都还在，我一直都在。白天的时候
我就是那颗大大的太阳，给你们温暖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就是天上的星星，照耀着你们。我们都要像星星一样，就算背后再黑暗，再多人说我们烂，攻击我们，千万不要气馁，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，尽自己所能，为社会，为自己，为身边的人发光发热，实现生命最大的意义。你的精神，你的付出，就像永远悬挂在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永恒的闪耀着。最后，把你们对我的爱分出去给身边人吧，请你相信，只要肯努力，最烂也可以化为最灿烂。老师，你在那个世界过得还好吗？王老师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王老师，你一定是天上最帅的天使。王老师，你可以让我们感应一下你吗？真的好想好想好想再见到你。不如我们一起大声喊王老师。王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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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老师在哪里？王老师，王老师，我不好。今天我在这里陪你，寒冬褪去，春天悄然来临。时候，人生的结局不一定完美，只要活得有意义，多关爱社会，以及珍惜身边人。无论多少年以后，你的爱心，你的美好，永远都像闪烁的星星，轻轻地照耀着，陪伴着大家，一直，一直到永远。今天我在这里陪你，没有感觉。明天风雨从此变得安静，别再想，别害怕，会不会分离？在此刻重新的感觉，爱全部不一样。相信不放弃，一辈子永远勇敢，不分离。未来多艰险，未来多神秘，我还有你陪我一起看闪烁天际。看了下哭了，那颗心。老师，王老师。
早安，坐下。老师，我西北应该是选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们杀青了！